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 ，f(x) 呢是这个多项式 ，g(x) 是这个多项式的，然后他们的那个最高公因式是一次 ，x 减二了，那么他问哈 p 加 q 了，则 p 加 q 呢等于多少？我首先哈，因为 x 减二是他们的共同因式嘛，所以 f(x) 有这个因式，那我根据因式定理哈，我把 x 带二的话，这个要等于零，也就 f 哈二哈。这样等于零了，带二下去，二的三乘是八，减二 p 嘛，减二，这个等于零了。这个的话，我给它带二的话，这要等于零，带二，十六，减掉八 p 嘛，加 q， 这个也要等于零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得到多少？二 p 等于六，那这样 p 哈，就等于三了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哈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，p 是等于3嘛，所以 q 应该多少？三八二十四，二十四减掉16，所以这是8。哦 ，p 是3 q 是8，所以哈 ，p 加 q 等于多少呢？3加8就等于11了，所以答案是等于11。